不论是南北粽还是原住民族的吉纳富，端午节全国各族群的粽子文化飘香。瑞穗乡吉拉河干部落文件站特别以阿美族传统野菜食材来包粽子，刺葱入馅，用月桃叶包裹，再以三粽细蟹捆绑成粽，健康美味又环保，阿公阿嬷们更是吃得津津有味。有一种粽子是阿公用绑钢筋的气力来绑，另外也有一种粽子部落阿嬷觉得会吃不饱而内馅豪迈的装好装满。吉拉哈干部落文件站的阿公阿嬷们认真卖力的包野菜风味的粽子，就是就地取材啊，用原住民的野菜来去包那个霸掌，就是因为端午节，所以让他们包一些不一样的口味的霸掌。端午节包粽子，瑞穗吉拉哈干部落族人以阿美族传统野菜为食材，用月桃叶与三种细叶，再用刺葱入馅包粽子。课程讲师也是阿美野菜达人的林玉芬说，借此让老人长辈感受节庆文化的气氛，也唤起他们对野菜的知识与记忆。设计这个课程其实是主要是推我们的原住民饮食文化，因为现在野菜很多人都不太认识，即便是我们自己本身阿美族的族人，我自己也认识不到太多种的野菜，所以我们希望让老人家一起来推广这个野菜，那经由他们的那个口述，我们去找一些野菜出来，那我们也运用我们野菜的一些食材来做这个饮食。从料理内馅用月桃叶包覆，再用三种细叶一个一个包起来，阿公阿嬷认真仔细快手包出一颗颗充满原味的粽子，个个有成就感。大家看到我们的阿甘给我们包的粽子是蛮不错了，希望明年呢这个时候再漂亮一点，不是很好看。端午节不论是南北部粽的比拼，还是原住民的吉纳富，各族群的粽味全国飘香。吉拉哈干部落族人自己包自己的野菜粽，回忆年轻时的美好岁月，也吃得津津有味。记者史玉兰瑞穗采访报道。